都喝醉了，也都哭了，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，真是难忘的一夜啊。几天后，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，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，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。我跟老人家说，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。1997年过去了，我很怀念他。心里的不必都记清，过去的不会都忘记，不必烦恼，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徒劳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不散 There'll be square。 法国设计师，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，电梯直接入户，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，什么宽带呀、光缆呐、卫星啊，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。楼上面有花园，楼里边有游泳池，楼里站一个英国管家，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。业主一进门，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elp you sir，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，倍儿有面。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，教材用哈佛，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，再建一所美国诊所，24小时候诊，就是一个字儿贵。看感冒就得花个18000呢。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就是开奔驰，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？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。2000美金那是成本，4000美金起，你别嫌贵还不打折，你得研究业主的。让我问一问，
曾经你还会来吗？开会呢吧？对。说话不方便吧？啊。那我说你听。行。我想你了。哦。你想我了吗？嗯。你昨天真坏。嗨。你亲我一下。嗯。那我亲你一下。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我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管几点钟，以集结号为令，随时准备撤退。听不见号声，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。是。在伤痛里滴着眼眶，